过，还能浪费多少结果。姐妹们，我发现一个巨可爱的煎蛋布丁，接下来康康我的煎蛋表演，先下跳跳糖，再下布丁，听听这个煎蛋的声音，切一块吃吃看，圆圆嫩嫩，太好吃了。下面轮到费列罗他爹出场表演，拿出我的小锤子，小锤，这也太解压，可以吃了，酥脆香浓。我猜你一个也没吃过。Hello, my name is Susie. Wow. Susie. And my name is Susie. Originality, my point of media. I will be the coolest. And if people don't like it, then they'll just be for years. Yeah. 你对嫉妒深深已经区分。我只想爱爱爱爱你一万年，想和你去逛街。我的施工给锻炼来了。来做冰糖炫麦砂糖橘了，先把皮剥开，把白丝取出来，加入糖和水各1:2，小火煮到微黄，倒入砂糖橘，把它们翻滚下，拿出来晾凉。做好了，外面是冰糖，里面是酸甜橘子呢，太好吃了。今天把哪两款宅家宿舍必推零食，解馋神仙下午。第一个是桂格海味麦果脆，这个真的巨好吃，在宿舍绝对活过2小时。打开满满的都是料，是那种海鲜味的零食，加了咸蛋黄、鱼皮、青椒脆片、秋葵脆片和海苔片，还有海鲜味燕麦和海鲜味谷物脆。特别是进口巴沙鱼的鱼皮贼大一片，红椒和秋葵脆片鲜香酥脆的，追剧的时候抓着吃，一把一把停不下来，好吃到喊救命。主要是轻盐高蛋白，半夜吃一袋都没有罪恶感。零油炸麦片，零反式脂肪酸。真的好吃又健康。第二个是这个沙琪玛，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沙琪玛没有之一，酥软到入口即化，吃之前一定要放冰箱冷藏一会儿，口感会更好，有水果味和棉花糖味，但是一点都不齁甜，是越嚼越香的那种，就是有点小贵。盘点那些周末仙女宅家必备下午茶零食，甜甜的男朋友和甜甜的下午茶，你总得有一个吧。一两瓶棉花糖，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块毛巾，原来就是外面棉花糖机卷出来的一毛一样，刚放进嘴巴里就化了，不是那种腻腻的甜，撕着吃很过瘾。草莓爆珠，爱吃奶茶里爆珠的姐妹给我锁死这个，一口下去直接爆浆，噼里啪啦嘴巴里跟放炮一样，草莓味很浓很香，加点饮料在家就可以实现爆爆珠自由。烤香蕉卷，这是烤出来的香蕉片，薄薄卷在一起，一口下去嘎嘣嘎嘣的贼脆，比超市卖的要好嚼，不用怕把牙崩了，一定要大块大块的吃，越嚼越香，特别过瘾。盘点居家出游聚餐派对必备的神仙饮品合集，绝对是宝藏饮料的代表。第一个是10.1克的无糖气泡酒，和朋友在一起最快乐的事就喝喝酒聊聊天，一周的烦恼都没了。主要是这个10.1克不含糖，喝多少都没有负担，8款复合口味都超好喝，入口淡淡的乌龙茶香，海盐柚子味是清凉的又甜，蜜瓜奶油香香甜甜的，感觉喝的不是酒是饮料，但喝一口就上头。还有咖啡威士忌、草莓玫瑰、樱花荔枝、柠檬生姜，一个星期都不带重样的，这玩意真的减脂人一辈子都喝不腻。第二个冰得宝是一款碳酸饮料，这个真的是人见人，不管是包装还是味道都很香，百香果味是我的最爱，酸酸甜甜的，桃子和芒果也超好喝，就是仙女必囤饮料。最后一个是大脚嘉宾的汽水，老网红了，据说是汽水界的王者，不愧是这个称号，真的还挺好喝，玻璃瓶子直接颠覆了我对汽水包装的认知，反正好喝就行。